杨超越又来营业啦，这次是综艺新动向，一起来看看超越妹妹的表现吧。杨超越工作室在网上分享了一组杨超越为新综艺拍摄的花絮照，照片中的杨超越嘟嘴盘脸，十分俏皮可爱。这组照片是杨超越在极限挑战宣传片中的截图，虽然只展示了杨超越的侧脸，但是她的颜值依旧非常能打。作为娱乐圈的当红小花，杨超越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，她的可爱俏皮形象深入人心，备受粉丝喜爱。自出道以来，杨超越凭借其优秀的表现和颜值，迅速成为了娱乐圈的新宠，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，还成为了各大综艺节目的常客。在之前参加的一档综艺节目中，杨超越展现了自己超强的运动天赋，让粉丝们大呼惊艳。此次新综艺的表现也让人期待他将会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。杨超越作为颜值与实力并存的艺人，总是给我们带来了无限惊喜，期待杨超越在极限挑战宣传片中的精彩表现。